舍想要谈什么？理财卡门吉普赛舞曲。好的，理财卡门吉普赛舞曲，我们用掌声欢迎尚轩。
的话，这样太早了。事实上，这个理财的这个塔门呢，是是的管弦乐作品。所以呢，当它改编成一个钢琴独奏的时候，十只手指头代表的是好几把乐器跟好几个不同声乐的层次。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尚轩呢，他其实在这个乐曲里面展现最美妙的，就是在稳定的节奏之上，还不断的堆叠层次上去，再加速度。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一边弹他一边笑，很好玩的感觉呢？我好在旁边就觉得哇，太厉害了，他还可以这么轻松自然的笑出了他对音乐的热爱以及美好。好，那呢，请问尚轩，接下来还要想弹哪一首给大家听？肖邦第二号降E大调乐曲。好，所以呢，肖邦呢也是我们钢琴世界里面最重要的创作人，而他的夜曲是我们每一个热爱钢琴人最基本的经典。他今天尚轩为我们带来肖邦夜曲，掌声欢迎。
在选择曲目上也非常不是一个，刚刚带给大家节奏性变化以及层次堆叠非常不同的比才，而现在呢所演奏的这一首夜曲，在宁静中给了大家好像即将告别来到夜晚时刻。肖邦的夜曲呢分三个阶段，而这一首夜曲特别是在他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其中一个作品，也就是当他在睡梦中想象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他睡得最平静。好，刚刚应该没有人睡着，昨天老师来点名一下啊。好 ，OK， 没有。那呢，紧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尚轩又要端出哪一首作品。尚轩，紧接着你想弹什么？比斯特圣乐木小调匈牙利方向曲跟交响乐合奏后半段。哇塞，李斯特呢是我们钢琴里面的乐曲之王。传说中他的手一张开可以弹将近2个8度，这只手只能一个，所以你只要想象我这只再加1倍哦。所以李斯特他的身材非常的高大魁梧，所以他创造出来的曲目常常在我们演奏者一只手要当好几个手指头用。可是呢，尚轩即将为大家带来这首曲子还是由管弦乐一起伴奏，所以尚轩特别说即将演奏是后半段。那刚刚呢我们还听说尚轩这个作品有没有出国比赛过？有。去哪里呢？纽约。纽约在哪里呢？在我心里。在美国。哎呦，对不起，总老师不是要考你弟弟。我以为他会对这个印象深刻了。那那时候去美国纽约比赛的时候会不会紧张？会。啊，现在会不会紧张？会。啊，真的怎么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好厉害哟、哦！哎，看不出紧张，来给他掌声一下哎！人家拿着出国比赛的心情表演给我们听哎，哎呦不简单哈、哦！那尚轩那一次比赛的时候啊，你在弹的演奏的时候，有没有管弦乐团跟你一起表演？没有。所以事实上这首曲子你是很熟悉的，然后呢也很希望给大家听，对不对？对。那为什么只弹后半段给我们听呢？因为是万台比赛后半段。其实是这首曲子弹完我们可能晚上也天都亮了。没有了，这首曲子很长，那最经典就是后面的那一段。那现在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谢谢尚轩带着美国比赛的曲子现场演奏给我们听，掌声欢迎。
明天再来听你的表演吗？希望，谢谢。当然咯，那如果大家希望你今天晚上继续再弹咯。Uncle! Uncle! 他不要你们喊 Uncle 太小声了啦，快点看到自己喊 Un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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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已经选了一首非常精彩的曲子，但是如果没有很大声的 Uncle 他不要弹。曲叫做《大黄蜂行记》，掌声。谢谢小轩，那小轩可以先休息。